在世家大战入面，由大车兵林建明、钟卫兵同女女林静利、宝佩如、林柏希组成的老契家族队，成功挥低庄思敏、吴子允、陈思欣、张宝仪、蔡嘉欣这班姊妹图成员。他哋就話贏係意料中事啊！因為咧，佢喺屋企練習咗好耐。係，冇錯。練習啲乜嘢啊？練習有用咩？答問題。練習答問題啊！就係練習答問題。係啊，日日都要我睇，起碼睇三個鐘。係啊，哇！三個鐘有亂咁噏。好有，我哋好有誠意，同埋著到咧，成身咧就係牛氣沖天。係喎，係啊，有襯過呢個 dress code。係啊，因為嗱，點解咧？全部發自真心，我哋真係好中意呢個私家大戰呢個節目，覺得好好睇。咁佢知道，所以回答我，回報俾我哋。證明成功非僥倖。你望下鐘衛兵咁好準備，我哋又咁好衣著準備，贏係應該啦。必然啦，攞到豐厚嘅獎金獎品，老契家族當然好開心。不過林靜莉就話自己唔捨得用啲獎金啦。呢啲咁 lucky 嘅獎金就梗係一定要儲起佢啦，我一定唔會用嘅我。唔係，我諗住咧將。收到張支票之後咧，我就咧雙起佢擺喺我屋企，紀念我呢次咁難得嘅經驗。喂，你唔好對演喎，係咪啊？唔對演啊？係，你而家準備埋我。哦，OK，咁我會請佢哋啲慰勞下佢哋啦，咁辛苦。真係啊！其實最緊。最緊張係佢同佢兩個最後嗰度啊。係啊，啱啱表現非常之好，所以慰勞佢哋。而落敗的姊妹圖隊就說要卷土重來，下次再上來一定會發揮得更加好啊！我們會以這個家庭觀眾的身份再上來的，我們再報告，我們五個會一起掃個 QR code， 之後以家庭觀眾，之後再掃還上來，這樣就 OK 了。其實我們已經很厲害了，本身我們是極有機會捧蛋零分，但我們有一刻反超前。是啊，有一刻，有一刻，厲害，我很 proud。剛剛都有見你們回答，可能會留意男士哪一個部位，為什麼會答可能大髀？我剛才有沒有聽到？因為你會經常躺在對方大髀看電視的嘛，是不是？那個大髀很重要，其實你不會的嗎？我只是看著對方的眼睛，所以我答了眼睛。眼睛，我背肌。你最看著背脊的蛤，背肌正喎。是啊，我不明白。陳生應該有很多肌肉。沒有啊。會唔會話即係嚟緊啦？如果下次再有機會參加嘅話咧，會唔會可能有啲及早預備定嘅一啲策略咁樣啦？會唔會再 plan 下？準備個心態啦，我哋會用一個更加唔諗嘢嘅方法去答問題，直接啲，撐個風水陣。今日唔記得咗攞過嚟咧，即係嗰啲吸水大笨象啊，係啊，攞啲流水盤啊，唔記得咗。